是我的，我的不是，我的在那边好不好？小姐，我问你，你有没有违禁品？没有哎、欸。没有。对啊。这你的包包吗？不是我的，我的不是，我的在那边好不好？这位阿纪啊，上周六晚上乱停车被拦查，为了不让警方找到包包里的秘密，不断鲁嚼。我不知道。根本不知道有什么好不好啦，哦，不要装了一脸无辜样啊，我跟你讲。阿纪啊耍赖装无辜，这招对警察杯杯没用啦，包包里的坏家伙通通都被压压出来。当场在其包包内查获二起毒品安慰他命以及改造九连手枪一支，子弹四发。吓死人了，这位地方阿纪外表朴素，居然带着手枪子弹出门，真是人不可貌相啊。我的在那边好不好？突发中心，阿不然是谁的报道？